little bit. They got jerky, see? Yeah.
新鲜的黑章鱼，跟旁边那个鲍鱼干着吃。体质很低。你摸摸我的手。还有这个松叶蟹，上面配了一个酸汁果冻，还有鱼子酱的。哇，这个好漂亮。吃完这个之后就是吃寿司。比较不香。酸汁果冻。鱼的鱼背，这个是鱼腹，大鱼腹。它的颜色差这么多。这是鱼背，但是味道比较重，但是这个是鱼腹，油脂比较重的。
燒係好似布丁咁噶，冇咩紋理。跟住上面做咗個焦糖。大师的话就决定，然后就是离家吃肉香一点。